电子烟已经严重入侵我国校园，竟然有一半成人承认自己有吸食过电子烟，而且孩子还是从一个非常熟悉的管道拿到电子烟来抽。活到老学到老，那大家觉得当你非年老的时候呢，你还能怎样去继续学习呢？回头我代表一个全球最年长的医学院毕业生的故事，他70多岁才从医学院毕业，而这位世界纪录的选手呢，他是在马来西亚的。清晰运动，每天让家里清新。